先把声音关了。你这手机我们啥也看不清楚啊，他那个什么，把车子给他推走，吐他电瓶啊。声音关了，歌声关了，把他电瓶车推哪儿去呢？推不动啊，现在给他收起来，等会儿那个啥可以掉啊，通哥。目光之极下都是沉水牛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所看的每个地方，目光之极下都是沉水牛的，这都是沉水牛的江山呐、啊，兄弟们，我天，哥哥，哇，叔叔。怎么说啊，兄弟们，搞忘记了词儿怎么说呀、啊？麻了，怎么说啊？词儿忘词儿了，好紧张。叔叔，嗯，谁，这，打招呼没有啊？给哪个打招呼的？谁叫你来钓的？啊？没人叫你钓啊？这里不能钓鱼的，叔叔。快走！我，你钓到没有啊？没钓到鱼，兄弟们，钓不到。刚来哦。这还可以，这里会和肉丸有个约定。哥哥，我怂了，怕了，恕我直言，我不敢，怕了，我不敢下去，不好下去，算了。还没钓到哎，兄弟们，要不要我用哥叔叔竿钓两把呀？看一下，我天。公平哥哥好，有点卡了，兄弟们。跟他说，这里不能钓鱼，有钓到鱼拿走，下次别来了。哦，好的，人心哥。叔叔，你要是钓到鱼，你拿走，下次麻烦你别来了，叔叔。好。啊，不客气，不用谢。你这是几米的杆啊？叔叔说了，它是没用的杆，兄弟们，钓不上来鱼的，纯属爱好，在这晒晒太阳，仅此而已。走近点，他听不清。我要下去，我不好下，我怕滑一下来，我脚还疼呢。我怕我等会儿那个，算了，不下去嘛。我脚还没好哟。你有毛是屌？你有毛是屌吗？乳糜哦，叔叔用乳糜。入米钓的，兄弟们，入米钓的，哥哥用入米钓的，叔叔用玉，哥哥们，叔叔用玉米钓的。不鸟，怎么可能？你没听到声音？哇，这水怎么是绿色的？这毛子水啊！
是干啥呢？八条委托下面钓鱼佬了。嘿，师弟，他帮我钓，文叔叔可以吗？带钓，各锤子，他妈钓草鱼便宜，感人啊！不对，就是我忘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被这里的上午那个人聘用成了，就是大队长，就是我专门在这里看鱼的，兄弟们，看到有人钓鱼，我就过来管，嗯，管一次，一次100，十次1000，我成功获得了，100道原子，已经抓住一个人了，已经截图拍照了，兄弟们，可以啊，学会做买卖了，是吧？那叔叔啊，厉害不？嗯，等我今日日赚日记，日赚千，日赚抓了10个人，日赚千元，我请你小馆子吃好吃的，哥哥们人均有份，大哥们，见者有份啊，兄弟们，要合伙人不要，来吧，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梅铺村梅铺村，叔叔说你不要叫我钓，你不要叫我钓，下次我带鱼啃起来，我可以，我过去给你当鱼啊，1天1次，好好舔儿，舔儿，我的舔儿哎，舔儿，耶！叔这杆子还可以啊，欢迎我王总，叔这杆子属实可以。梅铺村儿能有铺吗？梅库村儿，梅库村儿，2269一公公，梅库村儿，梅铺村儿。没哭，好，叔叔说下次不来了，我可以说下次看到了见一次打一次可以吗？叔叔恨，那叔叔刚说恨，那见一次打一次，叔叔说你不得了了，你们听到叔叔恨了吗，兄弟们？福建兄弟们去让叔大叔办张卡，水牛说的。空军没钓到，小鱼都没钓到啊！小鱼都没钓到。钓多久了？刚来的。刚来10分钟有吧？20分钟应该。20分钟没钓。20分钟可以。20分钟没钓到一条，兄弟们，这也太难了吧！要不这杆借我钓钓，叔叔。这杆没用啊。这杆没用，我用用就有用了。有用。你借我用一下啦。你是买一个的？我买又没钱。我爸有钱，我爸是谁呀、啊？我爸不知道在哪儿。我爸没钓也要收钱，没钓过。我爸不在这儿，我爸。刚打好窝子。叔叔开个钻粉，明天帮你放事儿，随便你钓。他们说叫你在，叫你鱼竿借我一下，等会儿让你钓。叔叔还走了，叔叔老是过来的事，老病、啊。好吧，好口，慢点啊。卡了，兄弟们，赶紧卡！这水库挺大的，是还可以吧？叔叔被你搞死，吓跑了，吓跑了，瑟瑟发抖。哎呦，你别惹我笑好吗？我都要跳下去了。他一定还会来啊！来一次打一次，好不好？对，湖北黄冈屠龙岗，湖北黄冈，黄冈蕲春，那这里到上面连到上面，然后连到那边差不多吧，就七八一百亩，百来亩。欢迎我牛牛，
妞妞好，妞妞。来一次打一次，你装什么逼呢？啊？对，我们离九江很近，九江到我这儿一个小时，就是坐火车一个小时。邓刚，邓刚，邓元刚，邓天刚。嗯，太大了，管不住。现在有白亩吧，差不多吧，没吹牛逼吧？吹牛逼就是千亩了，兄弟们。你上次走鲁山走了几天啊？我忘记了。我走鲁山，鲁山100公里多一点，我纯走的到鲁山，硬走的，然后边走边接单边走，好像走了3-5天吧。对对对，这水库水库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哥，都是我的，是我的，嗯，可不是我的，可不是嘛，就是我的。住店还是帐篷啊？就像住鲁山的时候住店还是住帐篷吧？忘记了，住店还是住帐篷？住店还是住帐篷的？那时候我那个西西小姐姐在。忘记了，反正我边走，我背了好多东西，应该是住带的帐篷的，应该带的帐篷的。他河离我30公里，对，我天，我产业能不大吗？莫管这些，都是你们所能见的、所能及的，都是我的。天哪！那边小鱼再去那看，他还在那里。好。来，叔叔，我到庐山100公里，从家里出发那时候走的，好像是背了帐篷的，我忘记了。我不拿水了，没事。就是，然后我跟到庐山的时候，有一个哥哥跟我隔了1-2公里。他在直播间说他在，然后说请我吃饭，我没去，然后就走了，就擦肩而过了。我现在想想都后悔，我天，我要是吃了那顿饭，就一顿饭而已，带着哥哥们一起去，说不定就给水牛开了一个幻神，我错失了一个幻神的苗子，我太他妈难了。有饭不吃，免费吃的饭都不香吗？就是没去，我天。错失了一个幻神苗，要不然妥妥的现在就是百级了，我天，哥，看一下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啊，文叔叔，不难受呀，说不定那是别人的老婆，说不定就是那人的老婆了，那必不可能啊，错过了嫁人的机会，太对了，吃个饭，看幻神想屁吃呢。那可不，我天哪！这饭一吃，换神不是事儿，哥嘞。嗯，可惜了，我现在真的是，哎，肠子都悔青了，悔青了，肠子，说多了都是泪啊！哎呀，这有水啊，喝吧，我是好渴，这水能喝吧？你看。哦，喝，有的喝都喝了，嗯，特别的热，这水都晒成开水，很烫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嗯，都晒开了都。能嫁个幻神，你这辈子修多大福还必不可能，偷着笑，切，看不起谁呢，一个幻神，一个幻神，我还修了多大福，真的是幻神了不起啊，嘿，
随便见个幻神呢、啊、那斗鱼上幻神一大把，我天天见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去，我都不带钱儿的，哥。嗯，我还带着钱儿，我天，那顿饭我准吃了，我就去了，嘿，是吧？就带着哥哥们一起去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等着我，等着我，你们一定要等着我，等着我改天开幻神，嗯，去老板那里哐当一下开个幻神，等着我啊。今天吃啥呀？眼睛有点困了，今天没吃药呀，今天吃药了吗？没吃药，我饭都没吃，我早饭也没吃，中饭也没吃。你九点播的吧，来，吃啥也没吃。学长好，学长，欢迎我学长。哥没吃，好饿，你能喂我两口吗？哥哥们，我真的是，你们也哥哥喂我两口的，又渴又饿，好渴，好饿。我真的好渴好饿呀，就没有哥哥脸像西域一下吗？好的，水牛也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美人，你们就不欣赏一下吗？这让18岁的我情何以堪？头花着昏呢，饭没吃啊，那是饿出幻觉了，自己都幻想。嗯，我把鱼钓完呀。没吃啊，哥，喝西北风，我在南方喝什么西北风呢？那我还去大西北呢。青阳哥哥好，打折了，现在真不好吃。出去吃点吧，别饿得一头在水里喂鱼了。那倒不会吧，我身体没这么虚吧。上次晕呢，是因为前两天晕，那是站在那儿不动了，一动不动，血液不循环吧。今天应该不还好。不要，我鱼没钓完，不吃。我不吃饭，我吃鱼刺就好了。下网赶着钓鱼，对，这是水太深，下网下不了。哥哥，我不要吃饭，我吃鱼翅就好了。吃什么饭？我想吃鱼翅，吃鱼翅就好了，不要吃饭。哥哥，谢谢一元七哥哥的关注，感谢。鱼骨头可以，哥哥出去吃就好了，出去吃就好了，吃什么饭呢？鱼刺、鱼翅，那是要。欢迎我行儿，先钓到海里的大鲨鱼啊！过钓一个草鱼嘛。刚刚那个叔叔那个杆还可以，它的粗度、长度都可以，钓草鱼没问题。我这个杆不行，我钓个小草鱼还可以，没办法，就缺个杆儿。叫一清二学，扣销昨天一个蛋，一清二学他啊，肖哥呀，学他，我没看，屠龙哥，你看一下，好好学学。
我想说，算了，不敢说，他说你们要说我了。我可以说，我可以骂笑哥吗？就是我可以骂吗？我可以吐槽吗？二哥，你咋了？二哥，喝多了。你们等我一下，兄弟们，我马上就好。吐啊！直播不就是吐槽吗？笑哥，我老板呢？抠笑啊！太狗了，我学不了一点儿，学不会呀、啊。图伦哥，学不了一点儿。二哥喝多了，走路撞在树上，然后脖子撞啊！没人扶着他吗？我现在都有点怕，就是那种，哎，喝酒喝多了。快录屏，录就录啊，有啥嘛？你脖子没断吗？二哥，你脖子没断吧？太难了你。要注意哦。还好没什么事，有事就麻烦。年纪轻轻的。酒加酒害人、啊、二哥你喝了多少呀？你能喝多少酒啊？太难了，搞个信息呀。我没有，这真的要耐心的拆线，兄弟，没有耐心都拆不好。两瓶啤酒啊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两瓶啤酒你就醉了？海量啊，二哥你真是海量，两瓶啤酒你就醉了。我天，我跟你说，我两口我就趴下来，跟那死鱼一样一动不动。我天，你海量啊，两瓶，这量不得了，二哥海量，我两口我就醉了，我直接趴在那儿了，一动不动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二哥你真行呢，二哥真的，我三瓶就走不了路啊，那你这酒量可以啊，还能三瓶。我一杯就倒了。我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啊。这就对了，这里十分钟三十分钟扯线，那至少我顶着太阳，我愿意在这扯，对吧，哥哥？扯线没有点耐心，直接早就爆炸了，有的人早就不要了，也就我还在这顶着太阳在这扯啊扯。
打欠打折了。刚刚应该穿起来算了，马上就好了。是你们几个一起喝吗？然后喝成这样吗？峰哥也是武汉的对吧？好多哥哥都在武汉。哦，哥哥，我听到。欢迎我芝墨哥哥。来了，哥哥们。被打折了，没办法，看运气了。这里打线打折了，不掉了。哥哥，这里都打折了，没办法，看运气了。这里有货吗？有啊，给你看一下。能、看大旭哥哥，你看，昂字钉顶级的餐条，还有炸鸡。牛牛牛的牛的，你好啊，大旭哥哥。完了，蚯蚓呢？怎么都没了？哎，我蚯蚓怎么都没了？去哪儿跑了？哦，毛线呢？下雨，我好热啊，要中暑了吧。人生已成梦啊！来了。怎么感觉有点高了呢？二期还去吗？还要钓八条？是的，峰峰哥，钓得完吗？钓得完，你要相信我，峰峰哥，还可以加。
二期看吧，不一定。哥哥们，到时候看吧。有可能有事情。欢迎少爷。完了，五十鱼不好钓了，错过了黄金时间。兄弟们，错过了黄金时间。打个窝吧，要牛哥好啊！啊哈，你叫我叫牛哥少爷。任务电话铃，不是吧，好哥哥？你叫我叫牛哥，我十八牛妹妹嘞。神仙能钓五十鱼，住不适应呢。我认识能钓鱼可以做一天。要去阴凉的地方，太晒了，热死了我。欢迎我屠龙哥，我早上不是在这个位置吗？现在不上钩了了，兄弟们。完了呀，这八条鱼要了我老命啊，中午钓边上了。再不能换位置了，我刚刚那个换就选了这个地方。八条，这是牛，你看这八条。五分钟内能上鱼吗？你们觉得？我要马上上鱼了，上货，上货啦！哥哥们，我丢到，走起，上货一条！哎呦我妈呀，终于上货了，太难了，三个小时终于上一条。哥哥，上货啦！我的天儿，咚咚咚咚。来去哥哥，捡一条快！看一下，这么快啊，快！你怕是傻子吧？这么快就上我的钩，好吃！搞两斤豆腐炖，你可以吃一餐呢。哟，一锅都炖不下，对，太对了。煮汤一家人的后海，哪个好哥哥给的任务啊？冷叔叔，然后我屠龙哥哥，然后还有哥哥砸了十手没出。哥哥们就三个哥哥，还有哥哥们可以给点任务，加一点任务什么的。哥哥们，让牛牛的四星动一动吧，
这一早上都没动，没怎么动，兄弟们，让牛牛的四星动一动，哥们，一人送张办卡支持一下，是不是？哥们，有办卡的送送办卡。这个太深了，这个。连八条都都不知道掉到啥时候了。给你个任务，掉五条，掉条五斤以上的花莲。八哥，那我要换杆，这杆不行，掉不上来。万一掉到大半夜呢？八哥，这杆不行，怎么掉嘛？都是把我拉下去了。不吹牛逼，我不喜欢吹牛逼。我想啊，我钓了个五斤大花莲，大哥送我一个超火，不香吗？香了一批，是不是特别香？问题是，我也不想吹这个牛逼，也不敢保票。我天，万一失败了是吧？不好，花哥，我缺根杆，要不你家不是你不是专业钓鱼，你家有杆，要不借我耍耍，花哥。送我耍也行，不借咱们不说借，送好吗？送，把你的杆儿、你的装备送给我。稍微往上调一点。五斤装备到齐了，五斤都不是事儿，哥嘞。有什么嘛？就五斤鱼。拉我了，哎，拉着空了，没拉上。你让我把票取了。我待会儿给你挂五斤，别慌。就是，你看看，就是。饵料钓啊，这个杆可以钓个两斤多一点的草鱼吧，钓个两斤多的鱼没问题。但是要用饵料，这个蚯蚓基本上钓不到。水里的兄弟出来透气啊！给你，你说吧，给你搞个凳子一把伞了，不用不用，不用了哥，不要破费了，不用，不用了。